主播可以跟你学无人机怎么开吗？来，我示范一次给你看。主播客制化的话，学生要求喷他，你会狠狠的喷吗？我会把他约出来，然后喷他满脸。有比赛队服吗？会有的。来哦，飞机怎么开？跟你说，就这样，按 Q 蹲下。开完了，学会了吗？铜牌都可以上主播的课啦。飞机不能用充电塔吧？不能吧？